第13题，已知一摩尔的个数为6×10^23，欲求十公克 CO2 所含氧原子之数目，下列算式何者正确？我们晓得，我们要求摩尔是质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，现在有十公克，要去除以我们的分子量，分子量就是原子量相加，碳的原子量12，氧的原子量16，有两个两，所以要乘以2，加起来就是我们的分子量。这样算出来的是 CO2 的摩尔数，但是我们看到 CO2 一个 CO2 会有两个氧原子，所以我们的氧原子的摩尔数是 CO2 的摩尔数的两倍。那么算出来摩尔数之后呢，一摩尔是6×10^23，所以摩尔换个数要再乘以6×10^23。于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算式跟我们的 B 选项算式是一样的，所以第13题问我们说下列算式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。